第五水道潘佑兴。场中进行的是29项，国中女子组200公尺分的是计时决赛的第二组。3361。1417。100公尺转身之后，目前暂时领先的是位于第五水道私立石台国中潘佑兴，而紧追在后的是第二水道中正国中江希平，以及第三水道景兴国中林荣安。205577。目前第二水道江希平，第三水道林荣安，及第五水道潘佑兴，目前三位选手实力非常的接近。29项第二组，首先抵达是第三水道景兴国中林荣安。接着进行29项，此项是最后一组第三组水道介绍。第一水道。